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王菲。头先咧就拍完3.1集，就去捉我挑战完4天王啦。而家咧我回复完啦，准备挑战冠军。哎呀，而家挑战冠军，穿个妙蛙花，加油啊！敲精灵球嗰位系咪小俊小姐啊？小姐，依家小俊系一个细路仔嚟。系啊。我哋都系细路仔嚟噶啦！真是太好啦！第一个冠军挑战嘅人就系黄浩 A， 加油啦！冠军宝座，我要坐到冠军宝座。唔系咁易坐噶，同你讲，冇佢哋咁叻啊！要坐到冠军宝座，唔系咁易坐啊！大比了。比卡丘、梦幻、电电加速，我见过小波子玩啊，都系个十万伏特，见到冠军都系小俊嚟，微加进化，吓，竟然微加进化喎，真系犀利啊！果然系电电加速，不过我对佢都系效果 OK 啊。梦幻空气砍，哎呀，对，仲要对我嘅梦幻使出萎缩了 ，Oh my god， 不可以萎缩哦，梦幻十万伏特，竟然换下了大比了，吓，仲要系对佢不利嘅格，乜都用唔到，咁都得，咁阴我哋，系咯，果然系冠军。冠军真系无了期咁阴人嘅喎，曹操冲浪啊，要冲死你！好，梦幻继续继续梦幻。你收新人个冠军系咪大木博士选嘅咧？梗系唔系啦，佢打赢咗4天王就系冠军噶啦。OK， 搞掂咗啦。佢识换精灵啊 ！Yes， 60level啦。咁我哋就会做冠军啊！如果打赢咗嘅话。系啊。咁小俊就要退啊，喂啊，可能啩？霸王花用喷射，不过睇过小波子打唔系咁嘅，结果打赢咗，不过都冇做。佢自己称为冠军咯，可以。啊，好啦，我哋继续啦，飘飘坠落。跟住火大致爆炎。OK， 搞掂咗霸王花啦。哦，我谂应该好易 KO 喎，因为梦幻学咗多属性招式，跟住用热水啦，梦幻。好彩都学咗淘淘冲浪。加油！努力，输咗我陈诚，你咁远录唔到你把声嘅。李家超，梦梦，热水麻痹咗啊！又搞掂咗烈焰马啦。反正我自己有几只，我都有几只烈焰马。咁咯，冠军易做好多我谂。出翻大比了啦，终于电瓜佢先。哎呀，揿错掣。我饮紧果汁。你不玩了，那給我控制了。我玩。那你給回你控制吧。啲重要害死咗啦 ，Mega 大比了就咁俾我 Mega 死咗。系啊。外壳兽咁电电佢都得喎。咁最尾嗰只系咪雷伊布啊？我谂应该系。系。十万伏特咯，好唔好啊？嗯。OK， 雷伊布啊，要用地面系招式喎。我嗰个会震嘅，梗系啦。Yes， 最尾嗰只雷伊布好乜难搞？雷系嘅伊布，谂会唔紧要啦，慢慢同你打残佢。我谂应该要打好耐，如果
系你啊。冠军应该你打好耐。O K， 电乱加速，刷最后一只精灵啦。你用乜啊？电，我用十万复合。唔系喎，对佢系北街嘅喎。咁草系唔得。日光速啦，好唔好？可以日光速。对佢有效嘅喎，日光速好似。系咯，冇乜行。打雷？你做咩向我打雷啊？梦幻啊！你补一补血。我帮梦幻补血。帮我补血啦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等下唔系梦幻用唔到药，用唔到嘅，厉害相约啦。K 只可以使用了厉害相约。咁到我用出招啦。系啊，跟住到你出日光速啦。日光速。躲过了招式 ，Good job， 梦幻。真系，即系避开咗啊！耶、yeah, ，日光速。哎呀，差少少仲系。系啊，我只梦梦够犀利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热水啦，试下。热水热水。全覆药。我睇少咗对手啦。咁我哋都用全覆药啦，既然咁衰，我哋用全覆药啊！唔使啦。太过分啦！竟然用全覆药。唔使。出声啊佢！雷伊贝，你死啦你！哈哈哈哈！出声状态。出声。十万伏特。日光速。躲过了招式 ，good job， 梦幻，吸收光线，吓烧伤，飘飘坠落，飘飘坠落废喎，又用全复药，系啊、哎，你究竟用完未啊？我哋都用全复药啦，不过我哋满啊嘛，啲血使乜用咧？佢有几多嚿全复药呢？好冇，我帮你烧晒佢。好彩而家先用日光冲，好不错耶！冇再用全复药啊！十万伏特，跟住你就死得噶。大字包炎，谂又用全复药？哎呀，你几时先唔再用啊？我帮你烧晒佢啊！唔好咁激动，佢应该三个就最多。唔好用全日光速啊！我用唔好啦，日光速唔使啦，大字爆炎。Yes， 躲过招式 ，Thank you， you Pikachu。大字爆炎。Yes。赢咗冠军啦，终于成为咗皇后 A 冠军。我都有份噶，咪净系顾住你一个啦。系知啦，耶！冠军小俊打赢咗啦。Yes。哎呀，做咩影相啊？系啊，影冠军个样啊，因为佢唉，属于我的时代竟然如此短暂。从现在开始，皇后 A 你就是真正的冠军了，而我也心目标要挑战了，你不要影相啦，无所谓啦，因为赢冠军。大木博士，皇后 A， 你摇啦摇啊！终于你终于做到了，我由爱地恭喜你，我都称霸了宝可梦联盟。比起那个刚刚筑起佳优启程去收集宝可梦图鉴的你，现在的你真的成长了很多。哎呀哎呀，皇后 A 真的长大了。小俊，你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，真是太棒了！你的战斗方法，还有你对皇宝可梦的皇后 A 投入太多关爱，也许就只是这些许
的破定，才使你，才使得你没能赢得胜利吧。总之你们两个的对战实在太精彩了。谢谢博士，王后 A， 我想你应该明白，你能够成功称霸宝可梦联盟，靠的不只是你一个的力量，你和宝可梦之间绝妙的配搭，实在令人不得不佩服啊！那么，王后 A， 请你跟我来吧，去登录。冠军王浩 A， 王浩 A 写下了记录。你嗰个嘢哦，登入名堂。放低啲精灵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唔系回复咩？你做咗冠军啊！我做咗冠军啊！点解我冇得做？恭喜登入名堂！哈哈，我冇得做。比卡丘60咧，梦幻59咧，哇！喷火龙53咧，鲤鱼龙47咧，妙蛙花52咧，水箭龟51咧，恭喜登入名堂。升咗几呢？ Yes， 终于赢咗咯！我哋打爆机啦，好嘢！俾大家睇下呢啲纪录片啦。哇！一开始嘅影相片啊。我哋打爆机啦！哦，不错诶，不错诶，不错诶。哇！比卡丘企喺我膊头度，明明我都有份嘅，点解你冇你幅相，净得我嘅样？点解得我你个样嘅？唔知啊，呢个系高柏，我认得个样，呢个系高柏。Yes， 小光，呢个小光，全部都系我帮你影噶啲相。梗系唔系啦，呢个有帮我影噶，呢个软件有帮我影。咦，这个不是黄金市那个白那个有比大师球的影低佢先。哦，唔系，我有一个大师球就准备去捉超梦，我捉咗急冻了、雷了、火焰了啦。琴日有冇睇嗰集啊？捉咗雷电了，咁耐嘅，有冇相？影啲相得咁多咋？哦，阿小俊咩？鬼嚟 ！Oh my god， 及时影唔到添，不错耶！是啊，哇影！耶！你拿条琴咗上去？冇，我电梯钥匙。系啊，呢啲跟住呢啲相都系我帮你影噶，你冇影过一幅。O K， 呢个咪系圣安娜号。讲笑实，其实咧系嗰个版本帮我哋自己影噶。好嘢！呢度系边度咧？华南市嘅单车店。哦，气球啊！呢个系浅彩虹玉红市啊。系啊。Double kill。不错耶，打爆机啦！猫老大，常青道馆，呢度系边个咧？咪玉红市咯，咁多花，一定系玉红市。我哋打爆机又要重新玩过啦。梗唔系啦，仲有好多剧情噶。仲有咩剧情啊？我想问。挑战超梦，打赤红青绿碧蓝。仲可以重戰道館館主添，做乜啊？好痛啊！你要小心啲啦。
OK， 你去入去休息先啦。唔使啊嘛，冇事。呢、這个咪真身镇咯，我认得。而家呢个系真身镇，呢、這个系小俊间屋。耶、yeah, ！打完，哇！翻嚟真身镇啊！翻嚟真身镇啊！你唔系做空军嘅咩？可以翻嚟噶。皮卡，唔使啦。佢叫我哋入去喎，系咪啊？系啊。咦？点解 ？The end。The end， 记下你要记录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喜欢我哋嘅影片，记住喺右下角安赞。想睇更多嘅影片，我哋订阅我哋嘅频道。大家记住睇下集，可能我好啦，我哋影相先。好啦，大家记住睇我哋嘅频道，更多嘅 Pokemon 嘅影片，大家记住订阅。按赞右下角，今日终于打赢咗冠军啦！好啦，拜拜。